据说团子们个个都是爱睡的宝，小家伙们一天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梦乡中度过的。本期节目就让小编带大家去看看团子们的奇葩睡觉故事吧。我们的暖暖可是优雅的小公主，但是小编觉得只要一睡觉，暖暖 hold 不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什么造型啊？睡觉 hold 不住的习惯貌似很小就养成了。当然有团子喜欢睡觉说梦话，就有团子喜欢睡觉抖一抖，这个节奏应该是这样的。特别想瞌睡的团子，出门是最难的了。看看这位，哇塞，盆盆奶来了，我要抢在前面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哎嘿，盆盆奶呢？奶呢？一定要找对地方，不然万一醒过来是这样的场景就好玩了。哇，这是哪儿啊？我可怎么下呀？救我，奶奶！哎呦喂，紧，我们的大明星怡怡终于有了新名字了，据说她每一天都忙着跟粉丝见面呢。快来让大家减免了。